耶，挂到了吗？咦，这臭嘴是这样的颜色，看没？现在对这个大河的鱼呢，我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，所以说现在可能近一段时期都会专门找这样的小沟来钓鱼。今天找到这个地方水质相当好，这个环境也还可以，并且呢，离车子也比较近。那个沟呢也不宽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今天准备用这只2.7米的杆子来钓。水深呢还可以啊，有个1米多一点。还是用拉钓，看看有没有大一点的鱼啊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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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这个啊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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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呀，从外面卸吧。哎呀，又是双尾呀，哈哈！哎呀，这个鲫鱼啊，说实话小怪小啊，多是金黄色的，很漂亮，皮毛很好。都是这样的啊，鲫鱼。它这个还奇怪啊，它这个只要走水呢，它这个口就好，它走水一停，那就口就停了。口真好啊，同志们，口真好，就是没大的。哎呀，白条来了啊！这个今天算大的啊。
又松了啊。这鲫鱼，这么大的鲫鱼，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够长到一两或者二两重啊。今天这个点的鱼口好，但是它还不大，太小了感觉啊。但是呢，真的环境很好，水质也很漂亮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收竿了啊。